如果说 Mercedes AMG 联名的 MSI Stealth 16太奢华，为游戏与商务玩家打造的 Stealth 系列也有许多好选择，比如这台 Stealth 14 Studio A13B， 白万里黑，外观帅气，有种星际大战风暴兵即视感，特别是底部的这两个 2GB 灯口，超帅的。Serena， 你觉得这一台怎么样？我觉得这台的颜色跟它的大小，女生会比较喜欢这一台。那个灯也很酷。它的产品系列的名字。然后这个是有点银白银白的颜色，很漂亮。高级。对。同系列还有 Stealth 16和 Stealth 17，均以强悍的性能和锋锐的外观，为商务玩家打造游戏商务两不误。Computex 2023上的新产品有这台 Alpha 17C7V， 它是全球首批搭载 Qualcomm Fast Connect 7800 Wi-Fi 7模块的笔电之一，能实现高达 5.8Gbps 的峰值速度和低至2毫秒的延迟。哎，我 Wi-Fi 6都还未好好用上，这就来了 Wi-Fi 7。为进一步拓展业务版图， MSI 推出全新的 Commercial 14， 通过一系列选配的安全措施， NFC 和内建智能读卡器，为商务用户量身定制解决方案，两者都提供了多一层的身份认证，并且可以根据需要进行定制。除了这里有感应区之外呢，它整个的材质也很特别，就是是采用了这个环保材质，然后拿起来，是非常的轻。最后来看看荣获2023年红点产品设计奖的全新 Prestige 16，采用镁合金材质外壳，轻薄的重量只要1.5公斤。作为一款16寸笔电， Prestige 16绝对是轻巧但功能强大的选择。